还这么慢是什么道理？哎呀，发现我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演员啊，配合的是演员演员。你看没？他们故意让我打，这就是安排的呀，兄弟。还在动，还在动，还开车。哎，他们是不是下来一个人？车的跟前一个，那小子现在是又想上车。哎，不是。看到没？我说来的演员嘛，这都彻底的配合到跟前，到跟前开慢速度让我打。但是我这人就是有一点那个心慈手软啊，一般见到这个非让我打的人，我是不打的啊。我就是贱，哎，不对，我就是啊，欲擒故纵啊。捡东西，赶紧，这样是看样子是没人了呀。这等他这么长时间，就压过了这一队人，还就是仨，还是个残队啊，残缺啊，残缺。可以了，走人。有车声，有车声。队友被袭击了，我要帮队友。他这跟前有个车，我过不去，老弟。车来，车声好像开到这边了呀。哎，这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队友还给我标点了，还给我标点了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又是演员，又是演员。老哥一路全是演员，这压根就不带演的，兄弟，你这个能不能稍微的还那么一下机啊？还一下机，换把枪，这把枪没有这把枪硬实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这把枪回弹快稳啊，枪压稳的一批批呀、啊！走人，快！哎，有车有车，队友打起来了。老哥，你等一下我，你一个人非常危险的呀！你这乖乖。车都打冒烟了，确实有两下子啊！看不清，哎，那边还有人吗？还在打，老哥，看不到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这个毒，又过来个红车，又过来个红车，二号你要小心了，又过来红车，但他不敢进圈，他害怕，漂亮，直接扫他丫的，死不死先扫他，不中，呀，又个小吉普跟上去了，啊，这又个这。搂不住了啊，搂不住了，我再先打药。哎，这毒要命了呀。这么多人呢，这都在这儿吗，兄弟，你们这闹的这。扶不住，先跑先跑。哎呀，完了，这圈好像输在那边山头上了呀，人家山头压一波咱上不去，也没有车，兄弟，这。好难受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。房子跟前有个车啊，哦，我说你打啥嘞？别着急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一枪，两枪，三枪，死！这小子挺猛的啊，先把你打倒了，又把我打半管血，不能说他猛，是压我的菜了这。哎，有个车，这房子不在圈儿。喂，这有点风险呀，这哎，这按道理说应该没人吧，要有人就打我们了，这为了他一看一个准儿，这应该是没人。行，那就咱过节时候开车上去。打饮料打满了。哎呀，把一定要搞满了。来。看样子是没人啊，有两辆车。有两辆车没人打我们，这肯定是没人。这不用想，这时候你说这时候到跟前有人打我们，那都太扯了。刚才那么好的杀我们的机会没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判断不会有人，带点脑子就知道。呀，这圈走走走，兄弟兄弟兄弟，老哥老哥哥，那边还有个车，你开那个车啊。然后现在山坡上等，哇，三个车，四个车。好的，先摸上来。老哥，快跟着我上，兄弟，前面打起来，我到现在到前面一猫，啊，没人发现我们，可以阴人的。这我，哎呀，我这不，这嘴开光了呀，这，哎，这打锅上了，兄弟，你这一梭子打得好，全打锅上，漂亮。兄弟，铲除他，哎，灭队，他就一个人。老哥，你干得真漂亮，咱这个，我救你一命，你救我一命。哎呀，这把是要吃鸡的节奏呀！看来这种只要决赛圈非常默契的情况下，这个吃鸡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。哎呦，来，赶快上，
先到前面，这不能打药，到前面打药。哎，这个草，这是打药。小心啊！上面老鹰很多的，哎呀，很多老鹰呢。饮料补满了，现在是没几个人了啊，没几个人了。我们可以死守这个位置。咱攻占可能不占优势啊，但是我这个啊牛逼的在哪，在守啊，在守，对吧？拿这么牛的枪，你说你来多少队，我一按梭子我就给你突突掉。哎，这位置好啊，嘿嘿，好了，乖乖的，一眨眼的就剩俩人了嘞，这我本来我想着决战线会精彩一点的，没想到他就不精彩了。哎，在这边看到了两个，直接打，趴下打，站起来打，哎，再开镜。哎呀，这都没我的人头了，还有这个人，两个人，兄弟，看那边，两个人，你看哪儿嘞？在这儿，老哥，留我人头，还是好朋友，留我人头。哎呀，一战就这么惨了，兄弟。